乌头。紫鱼是不是跟乌头是同一种？不是，不是，这是乌头。哎，这里还有，这里还有冒头的。哇，这个石斑是真难抓呀！这个石斑哥，小石斑。哎，你看这里，呀，还有一个。哎呦，这是一只尖头鲨啊！这个不好吃。都是皮。哎哎，等等，哎，躲哪去？躲这里。哎呀，这这，躲到那石头。走，这边看到了。又溜到这里。直接给他咬了。哪去了？这是这这。啊，小弟，不行。嗯，你走。小黄金蛋。喂，是不是抓半天了？这一点不错啊，小花生鱼，这算了。又有一只八爪，又有一只八爪。最近都是小八爪哈，都没加个大八爪，想逃跑。哎，红溜溜，再抓一点，这里还两只嘞。好不？哎呀，这个没，这个，哎呀！你们这俩，你好，还要去上一个客人吗？来了，这个很漂亮。这里这里看看，大不大？大，这只可以，来来找。哇呀，这老多了。这是大不大？对，哎，不仅大，还有硬啊！有高的哈，可以吧？哎呀，哎呀，那里面啊，那个石头下面有个八爪鱼啊，我不抓了，你要是抓得到，给你了。好了，那这一期的收获都在这了哈，这个黑雕最多的啊。然后鲈鱼、八爪鱼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对对，就是那只，抓到了，归你了，好，谢谢啊。然后这个三刀鱼，好，差不多就这些，好，那这期刚刚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视频可以点个关注、分享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